的慈济人，还有仁医会，还有这个新加坡的仁医会，一共400多人呢，都到了吐鲁番去做很大型的义诊，所以人所大部分都集中在吐鲁番去做这个义诊。也看到了拒绝台风虽然呐、离开了菲律宾呐、已经几天呐、可是菲律宾的灾情呢，还是这种路段桥段呐、就是要去呢，也无奈到不了红，因为呢，在离我们的有慈济人的地方马尼拉呢，开车也要10几个钟头，所以这几天呐、光是看到了这个灾区呢，心里只是干着急哦，也要等待他们的路，因为马波飞机他们飞啦，所以呢要等待呢他们的路修好哦，啊，这实在是干着急，苦啊，苦不堪。又看到了。在土耳其的慈济人呐、已经6天在当地里哦，那也是发挥了尽心力的这种开阔心胸、抚慰的这样的勉励的哦，期待他们在苦难中的。开阔心胸，努力地站起来。台湾的慈济人也已经启程了，回来了。应该今天呢，是回到台湾来。相信呢，回来的慈济人呢、有满满的这种很难描述的哈。那一份的心情，他们回来心可能还是呢，还会放在那里，看看他们跟的孩子呢那样的亲，那样的亲哦，这么的拥抱的孩子啊，教导的孩子啊，等等，他们回来。相信了他们对这一大群可爱的孩子啦，应该是还是会牵挂的。这就是慈济世界，就是人间菩萨道，人间菩萨的境界哦。那看看啦，苦难人真的是很多，每一个家庭呢都是有的，真的很难念经啊，都是在每一个人的家中里，所以啊，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呢，来见闻天下事哦，要好好的用心哦，我们要能做能帮助人的人，才是呢造福我们的人间社会呀、所以爱努力啦。还有看到啦啊，我们陈医师现在在大连啊，那一天呐、在他回来参加呢法脉宗门呐、远远的那一天，听他们在分享。那事情要讲到从20几年以前开始，当时我还是一个国中生，当时那个上人的演讲，有一场是在彰化体育场，那当时就听到上人说，啊，阿伯在那个花莲那去病院啊，但是啊，找不到医生啊，也找不到护士啊，
啊，当时听了其实很感动啊，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愿意在偏乡的地方盖医院，而且还找不到医生，找不到护士。啊，我就转头跟妈妈说，我以后要念医学院，我要去花莲当医生。果然呐、啊，他学医啦。果然呢，他毕业以后呢，就开始来到花莲了哈。他跟着执行长呢，那个时候的执行长还很年轻啊。他实习医师跟着执行长。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就跑去跟执行长说：“我们可不可以听那个您帮我们上个那个心电图的课？”那心电图的课，我们那时候想说大概讲个概论吧。那个时候副院长这么忙，结果他一上吼，包含后来到大林这样，就帮我们上了11年，每个礼拜1个小时，好，能够遇到这种恩师吼，实在是我的幸运了哈。这执行长也是慧眼识英雄啊，看到了这个孩子呢，年轻人呢，在跟诊的时候呢，是那样的专心用心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将来要走哪一科的？”那执行长是他心目中的偶像啊，他就会很自然就说：“那个干，副院长赶快心总科啦！你看，就这样的，一眼定乾坤呐、啊，他就这样的走。那他被执行长的这。”典范呐，所感动。我们以前跟查房的时候，后面跟一堆医师在后面，后来哎、欸，怎么走一走，执行长不见了？执行长蹲下来捡垃圾。好啊，跟我们讲课讲一讲，哎、欸，滑鼠不太动，拿起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棉花棒拿来，然后清一清，而且还会告诉我，这个哈，陈医师你要知道，这个对你以后导管的技术有帮忙。很高兴可以遇到这些恩师啦哈。这多次呢。这典范，这叫做身教啦，就是这样的一路带来呢，他总是呢在我们的事业体里哈。那当初在花莲，后来呢要盖大林的医院呐，啊，林执行长那个时候就是我委托他到大林去承担哦，他就到大林。后来呢，陈医师也跟过去了啦，所以呢，在大林里，那现在呢，当年30几年前的我的规划要盖医院，一直到啦盖医院没有医师，他的花心立院一心呢不变哈、哦，花心如初啦。现在他。不只是当医师，还是成家立业。那一天他还说，他的女儿啊，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很喜欢这里的宿舍。”那爸爸就说：“爸爸老了，哦，就会离开这个宿舍啊。”他就说：“那我将来也要当医师，继续的留在这个宿舍里哦。”那讲一讲，又跟爸爸说：“我当将来还要成佛。”看这种用爱的法脉哈，就真正的法脉传承了啦。这个孩子啊，所以那一天我就说，孩子一定呢会，只要有心，你要时常呢，就是让他这保存的这一份当医师的心愿。啊，要成佛不困难，只要他愿意修行，他就可以成佛哈。那这个孩子啊，这么小，他看到了父母亲，看到了一家人，阿嬷阿公都是投入了，在现在还在那做环保哈。那这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啊，所以我们真有福。都常常跟这一群呢菩萨、人间菩萨相聚在一次，我们人人呢都是共同的一份的力量呢，往了这种人间菩萨道在进行，所以我们要时时
要惜福，时时呢造福人间，人间疾苦人真多，我们还是来把握时间，才能成就一切。